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上面这个是棉质的、哦。我最爱穿棉的了，对，因为吸汗又有弹性。这个、我自己啊、嗯，但是它底下这个底下裙摆的地方是雪纺的，它的材质是雪纺，给你们近看一下，它是雪纺的这种材质。这腰这边呢，它是有做松紧的、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可以穿到蛮大的。看一下绿色，绿色上面就搭白色的那个小。挺板的那种腰封，对，它是挺板的、哦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好好看的、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腰封，你再给他们近看一下这个腰封，我觉得腰封的质感是不错的，是那种挺的，哦，有内里，对，胸围平放是88公分，但是呢是棉质的，很有弹性，肚围到130公分，好，保证你可以穿到身，好、哦，这样子有看到吗？全长大概118公分，但是因为有缩腰的关系，所以其实这个155都可以穿，都穿得很好看，你放心，好，这个155是可以穿。看到上面呢，它除了左边右边有配色缎带之外，它的蛋糕是不规则的那种拼接的，拼接，所以才不会让你的下半身一看就好像很胖这样子。看到后面，这样看到吗？然后裙摆是很顺的，没有口袋，好、哦，没有口袋，有内里，它是 166.5， 穿起来其实只比瑞米短一些些，大概是这个长度，这样看到吗？好不好？啊，就是搭一个外套，就变得不会那么正式。你如果想要正式也可以，换厉害的跟鞋，跟拿一个黑色的手拿包就不一样。